各位长辈，我与兰若两情相悦，我希望婚礼可以如期进行。为表诚意，我愿与图纸为聘，迎娶杜小姐。既然少帅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四大家族没有意见。杜夫人，您意下如何？事已至此，那婚期照旧，未遵礼教，自今日起，小女儿留在我杜家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给他喝一口水。娘，婚约是爹定下的，我只是想履行他的遗愿。你不要跟我提你爹。你以为当了几年杜小姐，你真就是杜家的人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您的女儿吗？你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？如果你还想当杜小姐的话，就给我好好跪在这儿反省。夫人，回去。是。夫人，您别生气，小姐是因为失忆了才拎不清自己的事。当了几年杜小姐，就真的是杜家的人吗？娘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难道我不是杜家小姐吗？混账，这个敢以图纸为聘，你就没看出来今天是杜夫人做的局吗？爹，婚期将至，杜夫人为何事事紧张图纸呢？而且她并没有像一个母亲一样对待兰若。爹，我觉得这个杜夫人并不简单。起来吧。是。你在怀疑什么？爹，我记得兰若坠崖的时候脸部受过伤，而且做过面部修复手术。小姐的脸受伤了，好在有汤姆医生，现在已无大恙。而且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发现现在的杜兰若与之前的杜兰若性格习惯完全不一样。而且您看，杜兰若出事那天找过一个替身演员。所以我怀疑现在的杜小姐并非真正的杜小姐，而是替身演员马青青。有道理，虎毒不食子，难怪为了图纸宁愿自毁女儿的清誉。我还怀疑现在的杜夫人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杜夫人。你的怀疑也不无道理，我也感觉到自从十年前战火之后他就变得很陌生了。不过在没有确凿证据前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如果那日被你误伤的人才是杜兰若，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所以不管他是与不是，你都要安全地把他带回来。另外尽快确认杜小姐与杜夫人的身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爹。夫人，我倒是觉得小姐这次失忆是好事，她现在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小姐，把您当成夫人了。我感觉到了，那孩子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哎，你不觉得少帅的反应有点奇怪吗？主动提出以图纸为聘。想必此事事前并没有和督军商量过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居然敢独自做主，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我倒觉得少帅是真的爱上了这个杜小姐，真心想娶她。现在是关键时期，千万不能让少帅在结婚前发现杜兰若与我的假身份，
否则我们就完了。夫人放心，我会派人盯紧他们。你看多可爱呀，孩子像你，身上还有梅花胎记呢，看多多好，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嗯，古语有云，兰若生春夏，千味和芊芊，老婆不如就叫兰若吧。今日若不是你和弟妹的帮忙，恐怕我们一家人早已天人永隔，救命之恩无以回报。老婆，不如就把兰若许配给慕云吧，你看如何？也算是结一段家务啊。好啊。兰若，嗯，你叫兰若。兰若，我的女儿，娘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女儿。晚上我给您做红烧鱼啊。嗯，有鱼吃了。是你。嗯，我今天来是想打听一下关于马青青的一切。我说过了，她是我女儿，并不是刺客。我今天来无关于她刺客的身份，我跟你们一样想了解心中的真相。马叔，你觉得杜兰若跟你女儿像吗？他们确实很像，但并不是一个人呐。这丫头虽然任性，但是心地特别善良，打小就做的一手好菜，最拿手的还是红烧鱼啊。可我知道他其实连鱼都不敢杀呀。那他平时喜欢吃辣吗？这跟找我师妹有关系吗？我了解的越多越可以尽快找到他。只要能帮我们找回师妹，我什么都可以回答。我师妹喜欢吃辣，无辣不欢，最喜欢吃的是肥肠米线和驴肉火烧。那他除了喜欢电影之外还喜欢什么？他会弹琵琶，从小就会。他还会编曲呢。编曲？是啊。那您刚刚演奏的《镜中花》是他的作品？是啊。那这样可否借你的琵琶一用？哎，学生，